跟姑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还害羞啊？你赶紧穿上，要是让别人看见了，还以为我非礼你呢。你是姑的妃子，何来非礼一说呀？那个，刚才落水，你没事吧？过来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吧，你要是不穿上，我……撇下姑，跑去见别人，就许你跟别人洗澡，不许我赴别人的约啊！你怎么这么霸道？姑就是霸道，你所有的一切，都只能是姑的。流氓！随你怎么说。放开我！姑被你折腾了一天，累了。看在你为了救我落水的份上，暂且饶了你。别走。怎么这么烫啊？发烧了。清理。我在呢，在呢，你别动啊。娘娘。啊，君上。娘娘，你们该洗漱了。娘娘，刚刚山泽殿的小奴才来传话，说太妃娘娘从城外请来一个戏班，很是逗趣，要娘娘您一起去看呢。烧得这么严重，可怎么办啊？林巧啊，你赶紧去请医官。不要叫医官，不要叫医官。可是事情传出去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别担心，姑没事，你在就好。你看你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逞能？当日众人看到是我救你才下水的，之后我又到了你的寝院，这件事传出去，轻者说你伺候不当，重者说你设计王侯，图谋不轨。
你是在为我着想？你说呢？娘娘，那太妃那边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君上的身体。这样吧，你去跟太妃那边的人说，我昨晚感染了风寒，去不了。是。来，你赶紧躺下。别离开我。都说生病的人感情脆弱，果然，平时霸道的不可一世的绿傲，竟然也像个小孩一样，需要人哄着。我不走，我出去给你煎药，我很快就回来啊。真有点熟啊。